嘿嘿，露个小迷你，那还这个啊，带大米，你们猜有没有？哎呀，嗯，来，哟，我，夜明珠，嘿嘿，哎呀，这个啊，不是家里面吃那个大米啊，那这是八爪鱼的卵，这个那啥，特别香，一粒一粒的，像大米一样，就有点噎人。八爪鱼的肉质，短腿的啊，肉质特别脆口，还比长腿的好吃。你喜欢吃抠弹一点的，你就吃长腿。